啊！怎么浪潮了？是什么清理器？白痴哦，吓死！我想说切个聊天室，突然听到背景音乐不对。Hello， 哎，本来没有想开的，想说私下看看台，然后边刷边解支线任务。哎咻！我还没准备好。靠！哎，望月安安。三等，好，出发，查一下攻略哦，等一下哦，地狱浪潮，这个，这里吗？是这里吗？是这里吗？是这里吗？好像是呢，这里。
更多法力。哎呀呀呀呀！这里没有，哇！这里，啊！谁打我？哎呦，白痴！被环境击杀，哎！福建安安，你好啊！小伟安安，我没有法力。我感觉你快死了，你说声音吗？没错，我快死掉了。键盘没有想开，不是，今天还是好热哦，我家还在33度，哎呀，哎呦喂，干嘛？哎，佩依安安，哎，你还不去睡？快给我去睡哦！必去睡觉。吃完饭再睡是不是？这样不是会更胖吗？哎，我发现我机体超有问题的，我的机体比你还要有问题耶。人家同等级的血量已经5000、8000的，我还在2000耶，然后副甲也是。你看啊，就是真的手把经过咻咻咻就好了。我还没准备好。啊，对对对，滑鼠的伤害性降低很多。你等有跟团的时候再练手把，你自己打的时候不要练。能有对照装备吗？有，但是我是照着我 POE 的玩法在玩，但是那怎么讲？
POE 的话，它会就是生存方面也要补，然后什么的嘛，对不对？但是它的元素抗性那些撑起来效益贼烂啊！我才知道啊，因为我那时候都有撑一些元素抗性什么的，才知道暗黑式的元素抗性是垃圾，不知道是垃圾啦，但是你撑上去的感觉跟没撑一样，所以哎。我后面就知道，大概知道我的方向要走哪边了。你看到我这样子打很快吗？但是这是我出错装备的打法，我出到对的装备会更恐怖。哎，主要是生存啊，目前我生存太低了。哎，虚啊！我的法力不够。不是因为每个职业的要的东西不一样啊。你是神秘吗？你是神秘。谁？哦，感谢小伟的抖内。你可以等我一下吗？我晚点再改好不好？我现在这边不能死，我死掉，我右上角那个103会砍半。我晚点帮你加干爹，没事，哎，肯定有事吧？很久没有绿界了、欸。我要去唐少战少哈，小伟拜拜。阿佩伊，你今天那只龙打得如何？因为睡醒看到，看这个女人怎么还在开？半夜才开，哎，我家半夜还不一定低温呢。我昨天关台前看一下温度计，也在30度。我用你的法力。我后来去打倒是令我惊讶，我有看到啊，你是在跟你太教官约会不是吗？怎么可以选你太教官呢？怎么不选双子呢？怎么不选两姐妹呢？两姐妹会帮你吹欸，吹月色欸，虽然教官也会啦。我觉得妹子吹的比较好听啊。你关台的时候，我去留言打个字说，我说哎，注意，有世界 BOSS。放吧，注意哦，世界 BOSS。
哎、欸，那个点呢、欸？哦，这里吗？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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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哥安安，哎、欸，我有去听你的酒杂，不行，我听不下去、欸，太多声音了。不是啊，酒杂聊天我知道那个感觉，但是声音太杂了。哎，我只想听妹子好听的声音。你声音不好听，哎、欸，我不管啊。你有认识比你好听的声音的妹子？我有认识啊，我每天开台就是为了让她有声音听啊。哎，这就是我现在开台的动力。我没有法力了。哎，好，你没法力啊。可能某天开课我再跟你说。好啊，哎呀呀呀呀，哎、欸，快满了，快满了！去开箱子，去开箱子。豪车什么？你是说这个人开台居然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他人？没错啦。我的1175，不要阻止我，我要去开。175，我来了，175。哎哎哎哎，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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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出事。啊，回家改成难度4啊。虽然我也喜欢听你的声音。咳咳，那你声音要听这个哎、欸，可是我最近因为太累了，声音又难听了。那你声音要听这个才对，我跟你讲啊，这个声音肯定比较好听吧？啊，回来了回来了。所以本来想换个兑换选项是啊，哎、欸，回音模式5分钟，但是有些人不太喜欢，就是一直回音下去聊天。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回音用下去其实很吵，唱歌的时候再用就好，平时的时候不要用。而且这个回音模式它很容易收到环境音，就外面如果有人、过去，很容易收到。准备唱歌用了，之前会唱歌啊，现在比较不会了。哎，现在不会唱歌了。看一下，走这里好，这里安全。这样子你是不是就拿到500了？不会被分掉？对，就是你可能好像是会扣到
好像会扣三块几块啊，但是就是不会扣趴数。哎、欸，对，这是固定伤害啊，这不是啊，你不是躺了，还、啊、不是杖少了？这个是固定伤害，不是趴数伤害。没错，所以其实理论上都是抖绿界啊、欧布堡那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比较好。啊，抖超级留言啊那些，其实抽整都抽一抽了。花音安安，我在讲青花安安。这是 CP 名吗？什么是 CP 名？你懂我懂就好。啊？小维？哎，真的，有人会叫你小维吗？因为那个维不是念维音吗？你没当过兵吗？我有啊。我验退呢，我新训三天就退下来了。在我们的公会屏聊天。不要卡，我不想死。去你的啊、没得打姐姐剩下的，没关系，我愿意，我愿意吃姐姐吃不下的。好不好？以后都帮他吃剩饭剩菜。哎、欸，也不是这样讲啊，就是以后他就想吃什么去吃啊，我吃他吃剩下的，他就可以吃更多了。姐姐养肥计划，那他就会是我的了。哇，这个人很会想你。哎，还好死在外面啊，死在里面我喷会难过。走开，我不组队的。我是个换电脑了，不是电脑问题啦。这真的不是电脑的问题啊！啊！我又没有法力。其实叫我搬出去会比较好啦，搬去啊、可能比较凉的地方，比如啊、伦敦啊。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要有一个电脑房。那、怎么才一个？我昨天还捡到五个的呢。有西安呢。比如马祖，我这边超人了，不要，哎，
那种海脑海岛对电脑来说很伤哎。挪威，不觉得有个美人相伴，有电脑啊，电脑配美人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我还可以请美人喝酒。哎，对对对对对，我要改生活费。不信。梦里什么都有，哎，没错，马有错。哎，来看装备了。你的美人主播快一个月没开台了，哎，我的也是啊，我们是不是同一个美人主播啊？我们的美人主播是不是同一位啊？好奇妙、哦，这是什么缘分吗？天哪、啊！他最近很忙吗？他就是还在赶影片呢、啊。有跟他聊一下啦，就是他就只有空闲的时候可以玩一下暗黑。啊，其余我不说，没有，他也没有很常玩啦，他就只是摸一下摸一下，他可能就只能真的等下一季才能玩了。啊，详细的东西不能透露太多，这个是机密啊啊，没有啦，对吧、啊？他其实之前有说找时间会来玩暗黑，但不会是最近，等他把萨尔达弄到差不多，真的是差不多啦，就是。全神庙啊，然后一些攻略影片弄一弄，因为毕竟会有一些新的，像那个复制 bug 啊，或是一些那个比较方便的小技巧，他一看到他会优先插队点进去嘛。我看他影片啊，我一直都觉得这些攻略影片很强，超强啊！哎，我都。点开啊，看完点个赞。不是我一直在找不到一个神庙，它是一个很像有点摸字型的一个障碍物。我想用那个拿来盖机关，可是一直找不到就放弃。想说看姐姐的影片，总有一天会看到的。姐姐当时没有印象，什么天才？她根本是女神吧？迷迷安安，她根本就是女神吧？天才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配不上了，他根本就是天才，好吗？哭啊！寒冰裂片对受伤的敌人资源生产啊、哦，这个好像可以哎，我现在才知道有些装啊，我们兵法的装备要挑。减 CD 跟魔力消耗减少的，哎，不知道，之前都留了一堆废物起来，哎。哎，这个就要拆掉了。主手、地伤、基本，哎，这个要拆掉了。暴击。哎，对冰冷压制攻击伤害我是要拆掉的。开始拆装备啊！哎，等一下，我先把人拆一拆。他们真的很强哎！正常来说，我们那时候五十级左右就可以打完主线了。那这小雨跟阿旺他们已经51跟53了吧？哦，48，然后还在第三章。哎，支线魔人。
冷却缩短法力上限，击杀回复生命。还是我改这个。副手武器，哎呀呀呀呀呀！冷却缩短43%，屏障幸运触发几率加，屏障产生，哎，这个不错，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我要留。可以多人玩，这单机吗？这个。这个是多人跟单机都可以，这个是可单机可多人，但是其实有朋友玩会比较好啦，因为其实自己玩真的是觉得还蛮无聊的。寒冰裂片，那这个也可以拆了。先练等级，什么？明明你有玩哦，明明你有玩吗？哎，我之前打到一堆其实蛮好的单手武器，哎，都拆了，可恶！核心技能伤害，哎，这可以，这可以。核心技能，远程绝招，绝招，哎呀。受控制压制所有事情，唉，是心痛啊！对冰冷敌，我那时候你看一下这个词缀，一个叫对冰冷敌人造成伤害。我一直以为是我的冰冷敌人对敌人造成伤害，不是，它是有一个。好像他的意思好像是敌人有个冰冷属性吧，好像这个意思吧。如果明天没抢到票就买，你还在抢票，反正就我现在第四浪潮一无枪在哪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个位置，他在你传这个神庙会比较快，不隐秘高啊，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传这个这边玛瑙的玩台嘛，这里这里这里。在偏中间，就这里，这个好了哈。他好像隔一段时间会刷新，我那时候有找到一个，然后要去找下一个的时候，发现不，打完150个冲过来的时候发现不见了，啊不见，我往另外一个那关一个偏找的时候，结果就死了，又是因为卡死的，哎，我好气哦。持续啊！明天中午加场，但是我怕明天中午哦，至少你是中午有空的人，有些人中午没空哎。哎，爸爸，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我的手艺无人能比。然后，要、啊，大概就是这样了。哎，基本攻击。35%。奋勇作战。教主他50抽中烧他东西，
望月姐棒棒抽的如何？嗯，啊，就50抽抽到的啊，我有什么办法？哦，昨天那个更新好久，他更新什么东西啊？那我说你跟我讲更新，我就开着更新。他说：“啊，太久了吧？”你100抽，啊，有抽到就好啦。大更新是更新什么？看看我这个玩公主连结都不关心公主连结的人，哎，成何体统啊！哎，钻石斧哎，猴子塔防巫师新典范好贵哦，完全没有看强度。没有，你全部摆猴子啊！你要不要？要不要教你怎么练灯？哎，明明你应该知道吧？你就全部，你就第一关放第一关的放弃模式，你全部都丢法师猴再练就好了。你这样大概30分钟就练满了，哎，练多久啊？19分钟，不是练等问题啊啊！你是说要香蕉它也很贵是不是？要香蕉很贵是不是？啊，听懂你意思了。对啊，他那些典范模式全都是要打那个出来的啊，打领主的用的啊。领主打会给额外的钱啊。不对哦，不对哦，不对哦，不对哦。换一下，月雪暗暗，女人找女人换到裤子有没有很开心呢？丽恩早安。哎，丽恩你很扯哎，半夜还在摩卡的台。我在想公联的更新公告要贴在 DC 的哪里？哎 ，General 吧，因为毕竟玩公联的太少了，而且很多玩的已经小道消息都彼此都知道了。你要等头目，就是头目啊，就是领主跟头目那些东西才能拿。我后半夜都没打字哎，我就有看到啊，你怎么发现的？我怎么会不发现呢？那可能是你在半前的时候打字被我发现的。这里做这种事，需要时间准备。
哎，卡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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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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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无寸铁啊！他们想杀我！他们想杀人！每次讲这种东西都想想那个那张图，他们想要强奸我，但是这个平台又不能讲，哎，看一下哦，下一个点。他们想要强奸我，我都已经讲了。对，以后你们只要听到他们想杀我，我的脑中其实是讲那个字啊，强插啊。十三分钟来得及吗？你们在打，借我蹭一下。没有，有什么？我需要时间准备。没人，没人，没人，就只有我一个，不要把我当人。附近有人吗？不要卡，求你了，我死定了，这肯定死的。就只是不是不做个任务而已，有必要这样子吗？我死定了。哎、欸，很过分呢，打盖隆安呢，赔偿哦。十一分钟打不完啦，白目。哎、欸，他这肯定要赔偿吧？每次都是过图卡。很气人呢、欸。还是那是我刚刚没救人的惩罚？有人吗？不是，我打不赢啊，我打不赢也救不了他、啊。你知道？当英雄不能逞强呢，不能逞强当英雄呢。今天你不是去救人呢，只会多一条命而已呢。哎、欸，集结，十分钟，五分钟。我还没准备好。
哎，回家改难度。哎，死心痛啊！走哪边呢？对。可是又想刷，不是原本想睡就算了，是今天去看了别人的同等级，同样应该说有人六十级就可以打七十级的怪，然后看了他六十级的哎防御啊、血量啊、伤害啊，都是我的三倍耶，人家攻击力，伤害七千。啊，我当时的伤害好像就只有2000，那血量人家已经8000了，我还在看我多少，我还在280啊，2800，哎，我好烂哦。对冻结，对冻结敌人造成伤害，对控砍敌人造成伤害加如发，对压制伤害，啊，我记得应该是核心伤害优先。他穿的好像小熊维尼哦，他故意的吧？看小熊维尼耶。我拍给阿王看，等下小熊你不要跑，白痴哦，我只是想要拍维尼而已，谢谢你。屁嘞，我在干嘛啊？
维尼不给拍。维尼，你不要跑，维尼！我还没准备好。都不能私讯，可恶啦！阿旺阿旺，传送讯息。完成。高雄威，你不要跑，你不要跑，我要拍你，我要拍你。还是威你不给拍啊，烦哦。你是被盖瑞吗？谁？谁是被盖瑞？对着他唱维尼写诗，哎呦！哎呀，怎么都是在关键时候有人挡画面啊，哇，好气哦！我还没准备好。维尼救我，维尼！
啊，这人不要挡，不要挡，我要快回啊！我的维尼啊，我的维尼！哎、欸，那个法师绝对是故意的吧？我要拍哎、欸，击败人！哎，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在拍维尼耶、欸！哎，难过了，我那我。我知道我要玩德鲁伊了，我要去玩德鲁伊了。啊，我要玩那个拍拍熊啊！哎，有缘分，我们会再遇到维尼的。哎，只是这个缘分啊，有点违分。哎，看一下技能哦。直接转职，直接开一支啊，直接开一支新职业，对兵人敌人造成伤害。哎，不是暴击，我要核心，有没有核心？哎呦呦呦，像这个，干，可是他48等北七哦。哎，装备等级48啦，是在。在哭哦！装备48级，哎，自在哈喽。法力上限，哎，不行哎，拆了拆了都拆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就这样了。需要熔炉的话，就回来找我吧。你要地狱模式了吗？不不不，德鲁伊有分两个，一个就是。他玩的狼人啊，他玩狼人有点吃装备吃蛮重的啦。另外一个还有好像是元素的德鲁伊吧，但是现在熊那个德鲁伊最强就是熊啊。可是德鲁伊的熊又不是地狱难度，你知道，他又弹又会回血，这可以 PVP 吗？可以啊，这边这个其实区域就是 PVP 模式，这边是 PVP 的区域。然后其实你看这边也可以啊，这里有没有进行 PVP 去打架啊？哦，就是不喜欢打架的人哦。哪里不错啊，哥？持续伤害没有用。对控场敌人，对所有团速敌人，所有属性异常状态。哎，为什么是43级？这个好像说还不错哎，43是什么鬼？47。44，我难度是4啊，那小啦，生气了哦。这个嘞，昏迷压制远程暴击，幸运触发主角啊，44级哎。这个嘞，70，对昏迷基本啊没用了。这个嘞，哎，没用了，没用了，没用了，这血没用了。
有没有考虑之后先看等级再看能力，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哎，这跟对发票一样，要一个一个看啊。如果你先有没有很多人会把尾数全部摆在一起嘛？尾数一的全部摆在一起，那今天发票一出来的时候，就把尾数二的全部都丢掉，这样子。你以为的是格瑞哪个游戏？你说流亡暗道哦、喔？我之前有玩啊，我之前是玩国际服啦，国际服那时候其实玩很凶，就只是那个后面因为要卖东西嘛，那边很多都是用英文交易还是什么的。他虽然他有个平台是说什么，他可以跟你说什么，你要卖的什么是第四页的第一排第二个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就很麻烦。哎，就是因为麻烦，所以没有玩。也不是没玩呐、啊，就玩到后面都会只剩下几个人在玩，感觉很像。啊，没办法、啊，就是暗黑类的游戏，就是先有暗黑，才有流亡暗道啊。而且那时候流亡其实好玩，就是因为他是看珠宝等级跟差，虽然有抓装备啦，但是也是有珠宝的，珠宝就是你的技能嘛，他可以就是这样子搭配。他通常流亡暗道就只要按两个技能而已，一个主要技能，一个次要技能，那剩下就是防御啊，或是一些生存类的技能而已。不像暗黑是，你看那些技能东暗暗西暗暗的。需要时间准备。好久没听到 POE 了，不是因为兔窝其实很少人玩这类的游戏啊。兔窝大概都知道，兔窝会聚在一起的原因，大概就是哪类的游戏了。但是我真的喜欢玩很多游戏，其实跟兔窝的相性不对。没有啦 ，POE 也没过时啦。POE 其实每一季都会有更新新的东西啊，只是每次都当时，因为每一次你也知道点那些天赋树的天赋零的时候，点到很头痛啊，因为他每次都是当新的游戏在玩啊。自自然然，每一季都要重练一只，你也可以不重练啊，但是你就只能等下一季才能体验到那款那个那一季角色啊。没有，他会重练的原因也都能理解啦，但是就是他的主线剧情真的太久了，他没有一个选项就是说跳过主线剧情直接开始练等之类的这种东西，他就是要让你主线过完，那个太冗长了，所以那时候说如果能跳掉这个的话会很开心，直接开始刷装备就不用解一些有的没的。完成了。哎、欸，不会这边也卡？哎、欸，我虽然我这边卡蛮多次的啦，我第一次遇到是对话的瞬间马上卡。我有朋友都是因为主线太凑长，玩到一半赛季不玩了。其实大概就是玩我啦，我那时候靠要吓到我，我那时候玩了。
三几次之后，就是主线大概跑哪边就很快就跑完了，大概最快两天内就跑完主线了啦。也不是说，因为也没有24小时都在玩啊，大概玩玩就玩8小时9小时吧。因为他第一章其实第一二章蛮快的，难是难在后面下一个难度之后，就是主线第一章节全部解完之后，下一章节怪会等级提升，那时候怪的难度就会提升，就很难打。他们总是回来寻求更多。哎、欸，白痴哦！不是我要臭，但是机设的伺服器真的很烂。对啊，啊，而且外挂多啊。哎，苏言。它不会砸了吗？会啊，怎么可能不会砸的？你在想啥、啊？哎，除了想安妮以外，还想我是不是？男人，你这次在玩火，男人。嗯，这比较快。哎、欸，等我一下，我去拿个冰的，不然我快睡着了。等我一下，顺便拿喉糖。哎、欸，好酷哦、喔，好久没看到了，改了哎、欸、哎、欸，你多久没来了、啊？他会飞了啊！好，站了一下哦、喔。哎呦，这次这么乖都没敲头是不是？哇，这次你们怎么那么乖啊，没敲头了。这个集飞已经一个多月了、欸，这个是上个五月初的时候去请人家教我怎么用的。看来我家很大是吧？你在说啥？就说。我家大到啊、不是我家，我这个空间大到不能开冷气，没办法装冷气啦。
是打爽没？没有，就是冷气开不了的原因，就是因为太大了，根本吹不到电脑。除非你把冷气孔是对着我的那个我的电脑，直接贴在旁边，这样才有办法吹到冷气。啊，感谢小伟的1000小起点，直接不见差。我跟你讲，只要340块就够了，不用投到1000块啊。340、357就够了，因为300的话，我还会露出一个小角角在外面。你可能要装大台的，对啊，我就说是那种运动场的那种大型的那个，那耗电量太大了，而且那声音也很大。哦，哎，这边有可能会死，好吧？这边死是哎家常便饭的。水冷扇没有用欸，你知道？你知道吹出来的？你不是？你知道我家的水那种东西摆出来，马上就热了，你知道吗？技能卖不出来，数掉了，数掉了。还有笨笨棋吗？我被污秽的月亮煞门给击杀了。你们等我，我回去修装备。看来你家很大，还缺一个德玛哥哥。不是，你要知道，家徒四壁，空间大没有用，没有装，没有内装，墙壁是铁皮，地板是木板。你要来我家是不是？缺一个会养哥哥的弟弟，这样子玩得不错。哎呀。不知道，人家同样等级，护甲值可以到5000、8000的，生命值可以到8000、8000、9000的。奇怪，我哪里出问题啊？问题很大哎、欸！受伤了。哎，看来我刚装备快烂了啦，所以，搞不好我现在回去买杠杠的啊，啊，妥妥的，妥妥的，氪的不够多。你说这个你会死？对啊，这个会死啊。为什么啊？他就差一下欸，敢不敢单挑？你低于平均值，哎，不是，啊，知道原因了啦。原因就是，哎，我还不够强啦，我还不够强啦。哇！陪我刷，
喝啥？对呀、啊。现在比较多人对我现在。救可被救可被救可啊呀喂这有主线吗有我的法力不够我看到闪电闪电我一定会变强的有啦因为还是你想看我重练你可以世界四人吗我三天前就在这原来蜘蛛是这样出生的哦，好恶心哦！没招，没招，现在没招，现在没招！哇，等一下，团团，等一下！哎，好热哦！哦，熊猫团团，你怎么可以让我热起来？我看他们太太，姓李的花，我想要带你回家。没有。在那边是不是谢谢。
谢谢你，谢谢。他还在作死的路上，谁啊？没有吧，没有吧。嗯，我有力气好好享受这片沼泽。喂，好好哦，不愧是暗黑的世界，宝石丢地上都没人要捡。托梅里斯，你不是认真的吧？我跟宝已经毁灭了，只剩废墟，要回去的话，这可不像之前。这不是为了堡垒，也不是为了阿卡拉特。核心技能伤害，好，看一下核心绝招远距离昏迷，核心21%，核心18%，啊，不掉不掉掉，易燃结冻冻结，冰伤屏障生存。这个可以耶，我先换，放这边。法力消耗降低，准确说对。有东西在虐杀我们。
不对，你火把红色、蓝色，我兵法红色，对。来解释一下我在笑什么？可能是火法，他红他蓝色，我是冰法，我红色。没有，我原本颜色是对的。做得好！快看！哪儿啊？这里。哎，看一下哦，好像我衣服要找生命值迟醉的。在城镇里不能这样。哎，不是好像啦，就是要啦，不然死。白痴，我在干嘛？我跟你讲，其实我在走捷径，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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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在干嘛啦？哦，你知道饰品可以强化吗？怎么不强化一下？欸，我不知道可以强化欸。欸，可是我的饰品没办法强化欸，我那时候丢不上去欸。你好你好。因为我那时候要强化饰品，他不给我强化欸。而且我现在重新弄装备啦，我以前的装备。我现在慢慢刷新我的装备。哦，是要宝石商人哦。欸，我等一下去看一下，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看来问题出在，妈，我新手哎、欸，没有啦，因为其实就是很没有去好好了解。快看！感谢无名的会员，不是不订阅。谢谢你，谢谢你，因为有你。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说，哦，了解这游戏了，殊不知。你需要时间完成。哼，就像人家讲的，当你懂 POE 的时候，其实你是最不懂 POE 的。就像你懂克苏鲁吗？不，你不可能懂。没电啊！我没看到。
有人点到是不是？骗子，骗人的，这是骗人的。太好了吧！好幸福哦，起来就有箱子给开。哎、欸，团团，可不可以通话、啊？我笑得好快乐哦。团团啊！为什么走着走着会跌倒啊？这地板好滑哦。有没有？这就是多人好玩的地方了啊！哇，团团出现之后，我们就不会躺了哎、欸！哎、欸，立不累了可，立起来，立起来！哎呦，冰箱还没好。你知道现在玩到现在遇到雷电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打还是不该打，打了会放电出来，不打又会被他打。哎，只要打得够快，我们就不会被电了。我还没准备好。啊，这只好硬哦！
团团一定是知道啦，平时玩这个游戏都不睡觉的，我需要睡一下啦，就是睡一睡还要被抓起来，我还可以再躺。你看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就这个意思。哎，他拿着菜刀砍完我，再砍完团团。我仿佛可以模仿团团讲的一句话：哭，哭啊！哎。兄弟，你这样不酷哦！谢谢。哭啊！我需要更多时间。等一下雷要劈下来是不是？我还没准备好。我还没准备好。我去看看宝石商人。然后每次进这边都听到雷声，真的很恐怖哎！噔噔噔噔！我以为集库我的酒已经够烈了，没想到这里的更厉害。
看你笑、哦。我的东西是最好的。这个吗？不是。你知道每次都不小心买到他的东西，有够贵啊！原来可以打孔哦！哇，没人跟我讲这件事情哎、欸。哇，观众跟我讲的是团团，原来你应该知道。打孔打孔，哎呀，接受。哇！我现在才镶孔哎！哇！你看看我，你看看，你看看，哦，果然不能摧毁了吗？冰霜星星获得一次延长。哎，好贵啊！没钱了，没钱了。我还没准备好。有什么事吗？不能在这里做这种事、啊、哇，木芒洞穴翻到。哎、欸，我找不到团团尸体耶，找到了。
需要时间准备。我还没准备好。好恐怖，好恐怖。团团呢？先准备，是不是该瞄一下才会下？别啊，别啊，哥哥们，手下留情啊，哥哥们。我还没准备好。好，我们去救团团。没事没事啊。还好
不是听到什么新鲜的肉。敢不敢不要卡、啊？真的啦！回望者，要不是你，我早就没命了。哎，都是你害我们的没命，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给我好东西哦！要不是因为你，我都没命了了了了了了。你过分哦！你过分哦！你在哪里？我来看看哦，我看看哦，我看看哦。哎哎，我要卡了，我要卡了，我卡了！没事没事没事，还活着还活着，还呼吸还呼吸。不要不要勾我胖子走开太可惜了吧，没死不行，不能死。节目效果做太多了，该来，该来死一下了。
啊，他是暗影的哦。哎呦，你已经死了，你给我躺好。可以改文字吗？哦，你给我躺好。你乖乖躺好。不要，不要救他！不要救他！哦呦！团绕干，团绕干，团团绕干，六鬼六鬼，失败。然后是要全部重打，还是这个地图就没了？抱歉了，团。是你网路不好还是当掉了？是我网路不好。哎，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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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人之危啊！不行。我需要更多时间。欺负你们的我还是可以的啊，欺负里面我就不行了。哎，欺负弱小我还是会的好吗？我还不知道下一次想玩什么。嗯，真二那只好皮哦，来玩玩看好。谢谢你。幸会。所有力量属性，冰冷，幸运触发有高级主角，核心加38哎、欸，那是双手的。格雷连锁闪电对昏迷，
远距离昏迷，生命值上限，生命值上限。哎，我存一下好了，存一下，存个存个。啊，我要拿这骷髅出来啦。加点防御力。这样的珠宝，我们下次见。好了，我就买了吧。8.5。看来万物皆有价。哎，等他们，等他们。哎，船团团才对，团我来了团。啊呵，哎呦。哎、欸、那好痛，那很痛，那很痛，那很痛。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英雄永不消逝。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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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哈哈哈哈哈哈！团团呐！团团的水喝不，我看到团团的水喝不起来，他拼命在喝水。太快了，不是，对不起。我刚刚真的感受到团团在狂按喝水键。你好，宝贝，你好，谁？林哥安安。是刚刚是怎么回事啊？刚刚快清完了，又爆一堆，清完又爆一堆。刚醒来，早安呐、啊！
找到尼玛，找尼玛，花团是你耶！谢谢，幸会。你看，快看，快看。有箱子，我需要时间准备。哇！我耳边都仿佛传来团团的叫声。哎、欸，他太坏了！我有看到，我帮你作证，团团，这胖子太坏了，他现在从上面压你耶。我想说，嗯，他要爆了啊，团团跑掉了啊，看不到了，哎，回去了，死了。还我需要时间准备。对不对？准备好。欸，这个红色爆炸是什么效果啊？是增加他们的怒气，把伤害吗？Thank you.
哎呀！我不过初五啊！爸爸，好冷哦！爸爸，救我！爸爸，地板好冷。谢谢爸爸。爸爸，原来是你爸爸。爸爸不要！你怎么打我爸爸啊？你躲我爸爸。我爸爸，爸爸等一下，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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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爸，他打人好痛吧？暴击最高几率治疗生命耶，哇，没用，主角达到了，这个磁条很棒，这个磁条超棒的，扩散到附近的敌人。在找接受过祝福的圣物吗？还是想要带有诅咒的？化梦为尘，落骨成灰。落骨成灰。生命值三千四三四四三四，暴击伤害。
这我可以拿来卖。感谢你，感谢你。多东西值得保留。昂首正道上，悟性恶魔炎。哎，我都在乱点呢。晚点来洗天赋。晚点来洗天。打浪潮是不是？哎，要不要先切了那个啊？难度三，难度三打浪潮。可以带到难度四去换，有要吗？观众老爷们，这是哪一张？看一下哦。这种事，我先去找那个神秘宝箱，然后跟你说在哪。
爷爷安安。我需要时间完成。完蛋！哎、好，没事没事，没完蛋没完蛋。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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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胎了，输了输了，也不在这，看一下、喔、那在这里吗？干嘛？在这里做这种事，哎。我需要时间准备。准备好。哎，北七呢？在找啥？哎，找你啊。又要重新收集了。不是，其实刚没事的。刚会出事是因为喂我卡了，我再一次冰箱就解除掉。哎哎，团团在这，团团在这，团团，神秘宝箱在这。走吧，去收集吧。我们去收集吧。
准备好。我不知道走哪边我跟你走，我跟你走啊。我当跟屁虫。那问我可不可以给他狩猎球的金角鹿？但我真的觉得金角鹿很丑，不像不出来。哈哈！哎，团后面 boss， 团后面 boss。哎，不要打好了，不要打好了！等一下，等人来。那个有闪电的，不要！你真的要打吗？哎，怎么两只？等一下，团有问题，团有问题。我没水了。没有水了。
欸，他如果从上面空中坐下来死掉，我一定骂脏话。打到没水了。反团在哪？哇！好的团，我来了。我想说你带路的话，因为你会比我早175嘛，因为我刚死过两次了。想说你应该比我快，我就跟着你走。别。凉凉。哇！我刚刚竟然是蒙着打哎、欸，我刚刚技能随便放哎、欸，可是其实冥冥之中团团有保佑我，团团无波比，我还没准备好，等我来了。那个箱子一直吵，真的是哦。看来本团应该是好的。你知道在哪吗？哦，对对对对对。附近有人吗？哎、欸，团你满了，你先换你，不然出事了啊！哎、欸，靠腰，
我那天开到最多是五个，五个传奇装，但是都不好，都拆了啊！你差六个哎，看不机会，六把，一个。哟，个头啊，差两个，我出去一下。哎，矿你有没有？给我两个。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够了够了，我要换。哎，跑掉了。我看一下哦，那团团，我们来这里，这边有可能会有。走，跟我走。你打开地图去标一下，我等你。你打开地图标一下，等你。那边没有的话，就是他的对面。我需要更多时间。我该不会成为第一个死在村庄的人吧？我需要时间准备。我觉得真的有问题耶，我每次你看就卡成这样，卡成狗。没有的话，就是他对面好像是这里吧。在城镇里不能这样。你管我。别闹啊！182啊，哥哥，不要闹啊！哎，哎，团在我标的位置那边。不是我不打，是我想打。按下按招的时候已经卡了。需要时间准备。我需要时间准备。哎呦呦呦呦呦呦！我在跟团团刷。哎，团团，你们先打，我再打六十个就过去。哎，太亏了吧！
我还没准备好。酱肉，感谢 S 的个人揪团。哦，你有开台哦，原来你有开台哦。番茄，你先打。你找莉莉丝哦，好啊。我需要时间准备。叉六，又叉六，又叉六，这里有吗？没有，这里有吗？有声音。叉五，叉五。够了，够了，够了。团团，我要来你身边了，团团。敌军将在30秒后抵达战场。你很累，刷不了。哎，四个。小开而已，你是小开哦、喔，那你要不要？嗯，先看普通的装，懂。哎，冷却生命值。熔炉正等着锻造刃和这些还能继续使用。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我能把它拆了。啊，团团，我来喽！我在20秒后就到喽。月岭林安安啊！啊，我觉得你真的来的时候，可能要开车过来找我了。然后我们把电脑搬去北投去帮我处理这样子了。哎。不然卡成这样子，后面游戏我也是，我其实前面一直都在忍耐，剑封测的时候其实就在忍耐了。哎，我就看我能忍多久。你在跟我讲话哦、喔？对啊，就是在跟你说话。
挂，刺激。看你怎么说用，你就等东西来啊！哎呦呦呦呦，团会爆，团会爆！好远呢！哎，我在门口了。对，林安。不解，先祖深入开采本地的人，我们推测是因为你们具有辟邪的特性，这种建筑可以抵御强大的邪恶力量，若是将其禁锢其中。准备好。
嗯。哎、欸，团团，他没跟着我们哎、欸。为什么团团你没事？你是算闪现时间吗？获得插翅难飞，你就知道我刚刚为什么跑不掉了吧？不是我成就，白痴哦、喔！你插翅难飞咯。复活吧，我的勇士！完全没怪啊！好浪费！你等我，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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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我不行了，疼！我不行了，疼！啊！我还要疼了！啊！等等等等等，走！你要相信我想救你啊！等一下，这边怪怪的，这边怪怪的，这里怪怪的。为什么你死的地方怪怪的？我以为我可以帅，你知道吗？你那边打不完哎、欸。
哦，所以我是差一点点，是不是？哎呀，可恶啊！对不起，笑点有点低，但是我觉得好笑。你知道这在什么吗？这就是我们两个血量不够的后果。我在努力撑血量了哦。他那个罩子太坏了。他真的很白痴，对。哇，团团你救了我，我压力很大、啊。没有，谢谢你救我，只是我辜负了你。哎。我刚才找救人的那颗剑，但他只能让我点那个点捡道具。就是这个地上的闪电啊，超痛的。
喂天醉于南安。核心十三，冻结敌人，对附近。新二十一，哦，主要资源。奋勇作战，让恶魔需要锻造东西吗？还是修理？啊，大概就是这样了。真是不错。在大甘源务必多加小心。朋友，一路顺风。真不错，哎，真不错。有军团，好像有军团哎、欸。
哪里啊？我看到了，好像我们隔壁有军团哦，有军团，我上，出发出发。完，我到伸个懒腰吧，哦，好怀念安妮的声音哦，每天都听不够哎。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妮。我不要，不要。累了，开始喽！怎么会套下我的同伴呢？我来了，我朋友，我来了。我还没准备好。两三只精英怪。你需要时间准备。不敢一个人打，不敢一个人打。你要挑战吗？来，我陪你，我陪你，我陪你。
快看。时间准备。日次安安，没有安过了吧？只是刚刚看到你有空，所以什么有空哦？赶路的过程有空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我已经很久没看到独特了，不是独特还是什么？对啊，独特。哎。真的很久没看到了、欸。我的熔炉，卖钱卖钱。就这么说定了。就这么说定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不是你，哎，是你，是你。哎。对冻结，对远程敌人伤害，对。哎，感谢海泽皮，不不不，
啊，海泽的七个月。海泽，我直接叫一下海泽。繁星有够狠，护甲啊，武器在这。在大甘源，人人都需要一把武器。没错。记得留意你。没事啦，也可以叫你海泽皮哦，泽皮。冻结的世界都会属于那些。哎、欸，哦，他满了。好，我去把颜色改回来好了。呵呵呵。等一下啊、你背后没背狗狗、哦、这么狠，怎么没带狗狗出门？咻哎，不用这样改啊！哎呀，穿情侣装不好吗？哎、欸，为什么你有露肚子啊？颜色正确，哎，对，颜色正确，我们两个是间谍。你怎么不背狗狗？狗狗也是红的呢。谢谢，非常感谢。团团飞拿，咦？哇，你好会躲，找不到你耶。
嗯，今天没有看到月灵，哎、欸，对耶。怎么会没看到月灵呢？你知道每次看到丢团过去，然后别人在跟刺刺打招呼的时候，感谢鸡丸的 follow， 都觉得很好笑。感谢鸡丸的 follow。你要在中间，我要在哪里？这里。我要干嘛？你把你的手把拿出来啦。那你瞧位置，你瞧位置，我可以慢慢微调。这就是，看一下哦。好，我来歪歪歪歪。Perfect， 我降落都有专属的词。托梅里斯，你不是认真的吧？摩根堡已经毁灭了，只剩废墟。要回去的话，这可不像之前。这不是为了堡垒，也不是为了阿卡拉特。你一定明白，你愿意冒着沼泽中的危险。点四熊猫团团，哎，好狠呢！他的杖击杀生命加十二，哎，你戒指好猛哦！戒指很秋欸，双爆燃烧技能返还时，哎，可是我现在超软欸，所以就根本来不及吸，刚真的是来不及吸欸。没事啊，刚刚你越了20灯打欸，我越了10灯打欸，只是真二他不知道为什么有办法、啊、他就是有办法欸，看一下哦、喔，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来比较一下，等一下，哎、欸，比较不到，可恶！他是鬼不一样，哎、欸，难怪他叫鬼鬼祟祟的生物，真的哎、欸，哎、欸，怎么不是鬼鬼祟祟的垃圾啊？我们不是要小垃圾之类的吗？我们不是应该是垃圾吗？不知道休息了，还是趁小雨还没关台，赶快救过去！啊啊啊啊！讲到我们还有几个人没有揪过，他们刚好有开。
伙伴要揪到，因为上次太多人揪过来了，我想要报答回去。哎，不对，这个揪过了，然后等一下，这个也揪过了。我们纠团过去，啊，我怎么没印象去过？我纠过去两次了。好啦，我们纠过去了，大家晚安啦，大家晚安喽。趁这个小蝴蝶还没纠过来，我们纠过去。好，拜拜拜拜。